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论捧逗》，表演者关秋海、张潇白。讨厌，
服你，对不对？咱俩是祝福吗？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祝你啊，祝你我把那球扣不到我脑袋上啊！是咱俩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你好，我替你开心，对不对？你身上有什么缺点，我尽量我包容你。我从来我没在台上，你看我在台上，我说小白，我永远都是说，哎，现在交女朋友了，这事儿为什么说？是因为大伙知道，他自己也愿意让大伙知道，要不然他就不发抖音了，天天台上。你倒是想发呢，你发一个我看看，发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不希望让我自己家里面的事儿让这么多人知道。你现在正是往外这个宣扬的时候，我凭什么往外宣扬啊？对不对？你身上你好的事儿让人知道，你那缺点你怎么不让人知道呀？我缺点就是搭档太次啊，搭档太次，搭档太次，天天师傅第一天就发马褂带我。那实在没辙了吗？拉倒吧！师傅想演这活了，师傅也，你以为他天天的就发马褂是为了好捧这个捧那个，哪个捧出来了？对，他就为了过瘾，他就喜欢这个作品。那天到后台一看，谁能演吗？哎呀，这好，哎，也就他吧，这小娘们还有点意思。本来不是定的票子吗？后来不是给赛程2000块钱倒给我了吗？你看看定的还不是你？哎呀，这不是师傅说的吗？是不是？咱不得按照师傅的包袱结构走吗？我尽量我包容你，对不对？你身上有什么缺点，我尽量我都不提。对，你生日肖白，为什么我没给你发信息？因为不像我。你不滚！我就怕他骄傲，回头好一师弟过个生日，师哥好老给发信息，到现在是兄那个朋友们，我没说给他买个礼物没有。到现在我也没给他买礼物，不用买，特意买，你买个寿桃是吧？啊，先显示你孝顺，那老提桃的事干嘛呀？这是你提的，你影射谁呢？这是寿桃，寿桃什么意思呀？是你说呢？我不懂什么叫寿桃啊，长命百岁的意思。哦，那不可能给你买，知道了吗？那你想给谁买呀？不可能，我给师傅买，我也不给你买。知道了吗？你要今天这样。你要今天这样说话的话，我就不包容你了。对，我把你那些个缺点让观众朋友们也知道，好不好？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，1月1号。我先说说你的缺点啊，傻啊。每个人呢都有很多心里话，去年的烦恼啊，开心与不开心，一会儿咱们翻场的时候，咱们都表达表达，好不好？好，逗你们玩呢。我说相声又不是你们说相声，对不对啊？真当真了一个。哎呦，这钱给你开玩笑，还是说说你的事情好不好？招完观众又说我了，那必须的，那招他们人家各位，人家花钱买票了，你花钱买票了吗？你天天挣钱，看我说相声，我看你说相声，比你们，你以为我爱看你吗？比你们还那什么？你们这花钱只能看我穿大褂，他还见过我没穿大褂的样子。都见过，哎呦，我说说肖白吧，我们俩这一路啊合作下来有7年的时间了，七年多了，确实挺坎坷的。当年这个有搭档的时候也是选择性的，我们当年在老五队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炳哥对带着我们说选吧，九海那会儿我们都是这个学员状态的，刚上台没几年，上后台去选去吧。我到后台一看，也没别人了。除了他就一条狗，您说我选那个是吧？我刚说要选那狗，结果让人抱走了。你这玩意儿好家伙，就剩他了。我能选那条狗？你们俩选干嘛？都是捧哏的。你牵条狗捧哏干嘛呀？我让狗逗哏。没意思。我抱一科尔鸭来。那都是20年前的事，那是饼哥当年安排的，你怎么不骂他去？废话，你以为就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呢？怎么了？应该这样的。好，跟你说啊，就什么你选个搭档吧，什么这个。那时候你刚来德云社，你有经验演出吗？你哎，我都登台好几年了。我是肖子科第一个进队的啊，饼哥能不疼我吗？饼哥人家到青年队跟我说的时候，说什么呀？小白，那个看了这么多肖子科的，觉得就你。
能个进队演出啊，你跟哥哥来舞队吧。嗯，我跟那个到时候给你安排一好搭档。我说行，哥您放心，这个我肯定好好努力，好好干。嗯，然后到舞队，炳哥跟我说，哎，看见了吗？你在台上正演出呢，炳哥在就在下车门这儿。嗯，啊，台上那个二溜溜哈，台上那个就是你搭档。我说你搭档，我说炳哥，咱能不来这男女相声吗？我炳哥，我想好好努力。没听说过什么男女相声、啊。炳哥还劝我呢，劝什么呢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对吧？你要是正经，你说你跟那俩人俩男的说相声，你什么时候能火呀？男女相声现在多吃香啊！你以为我乐意呢？你跟我认了你好几年了，我都拉倒吧。好，肖子科，你第一批你进来吧，我就第一个进的队呀、啊。你第一个进队，你进队那会儿，人家老秦进队了吗？人家也肖字儿了，人进队了吗？他都回家了，我做买卖去。对呀、啊，那后来为什么人家回来，现在人家那么火呢？你管着，人家什么你好星期六，你怎么不你好白球去呀、啊？
现在上不了这了哈。我说什么了？我做这动作这也不行啊！你干嘛吐爷？对，你这电球，咱得是这样。哟，挺会呀！你要说，你以为你光电球，这得是脚先到位，你知道吗？明白，兄弟，明白。不在台上，我老球白球在这儿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出轨了吧你？给你玩点出轨动作，你背后物理，你就是主角。咱别提这个了，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说小凯，有时候我这你这些缺点，你还得多练习。只要你看缺点，我多练习，把缺点放大。你的缺点也很多啊，你还要多加的提升自己，多练习，知道吗？因为咱们两个人得互相帮助，你不能说我老提拔着你往前走，那样我很累的。谁提拔谁呀、啊？知道吗？您这个身高，你提拔得了谁呀、啊？你看前一阵有一阵你请假了，然后我一直跟那个梅酒量演出啊，甭管是小梅在桌子外边人家逗一个，还是我给他捧一个，是吧？这不是一个意思，是我逗一个，他捧一个，能互换着来，嗯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我真的我现在我有事儿我都不敢请假。我昨天晚上各位，我昨天晚上我下了场以后，我出去我跟朋友聚会去了，喝挺多的，昨天晚上喝了得16斤白酒，啤酒就无数，我齁死啊！我喝的肚子低啊，三度的，白酒。然后那个我今天完了我又出来演出来，我不敢请假。本来正常来说，今天1月1号正常来说应该是酒海休息的日子，啊，醒酒的日子。可是我他这寓意多好，新年第一天就休息，寓意这一年都没活。我可以晚上演呀、啊。我可以晚上来呀、啊，那就以后都是晚上干活。这个精神状态，为什么？我不敢不来，为什么呀？我怕万一我不来，今天本来人就少，你说我不来，今天这场次怎么安排？人家9成9江两个人已经演脸了，又还得演。9成师哥和这个李小葵，人家也演脸，你不能让人演仨呀。你来单口你又不会，你给人家你说叫你出来逗一个你也不行，你坐在台上教排球。这谁提的？这是这谁要不先说呢？不是不让提吗？不是这是排球吗？这个不是你女朋友干的事吗？你管他对不对啊？废话，你不是不让提了吗？所以说我是救恨你，怕你这不行那不行，我赶紧来了。救我去！我现在我脑子各位我还懵懵的呢，还那酒劲儿还没醒呢，你知道吗？上台给自己好几个嘴巴我才醒过来。今天演出来了，真的我不容易。你什么时候上台给自己嘴巴了？我刚才呀、啊，你踩台下吗？啊，台上台下都分不清楚了。这不所以说蒙着呢吗？饿的都对呀，所以说就怕你不行嘛。今天谁不行啊？你不行。今天第一天就说这个。对呀，寓意嘛，就你这已经年终了。没事儿。不就没事儿，不就说逗哏吗？对呀。会。不是。行。没问题，不光逗人，来，万一现在就来，咱从天地课录完节目回来，我要请假几天，你能？你都死去都没事，你能来了吗？没问题，真假的？真的。不是你，我怎么着？你能逗人了现在？不是现在，不是就能逗人？不是说一刺激你就疯了。不是谁都能站在这个神圣的地位。有多神圣？知道吗？站在这儿，首先你得仪表堂堂，风度翩翩。哎呦，不能往那儿一站，见着观众一害怕。抖音上有那个这老张翻的讲话，那害怕坐坐的底下搭，就是都尿了，那个不行那个。我让你看看我这个老丈干咱们怎么讲话。这台坛归着一回不容易，说这又拉又尿的啊，能行啊？
能行。那您各位看吧。啊。那你试试吧。观众这么捧你，你可得好好的。我逗哏。你看你不都放过来了吗？少说话。你说什么？站起来。去。是站起来的还是闭嘴？
每门都不容易啊，拿这个说过来讲吧。姐，你该说话。你还不等我了？哎呦！出半个嘴，就半个嘴，讨厌吧？皇上身上铺什么意思？我拍电影杆子，电线杆都不倒。砸死你！你真当电影看的呀？你说这样，你自己在这儿不说的吗？生来这是矮孩有为，该有的也得有啊。那老先生，我们当时除了学逗哏，也学捧哏。师哥们，包括师叔们，高老师都教我们，这生来这是矮孩有为，各位。每一个字儿都非常重要，你得声情并茂，不是嗯啊就是哎哎呦哎，真是逗哏那说话，哦，这抢这你以为上哪儿去？明白了吗？桌子限制了我们的发挥，往后跑，后面的空间大呀。是啊，哎呦天哪，我就这么懒，谁拦着你了？一个字，就一个字。对呀、啊，放心，来，你让观众一看，哟，这是真的俩人说相声。来，一个字，来，别老跟那学员似的背词儿，知道吗？快点来啊，咱来啊，来一回啊。今天啊，给您说段相声，滚。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，呸。说学逗唱，张小白，哦好，哎，你看他这会儿怎么好了？多新鲜的，不就一个字吗？啊，往我身上说，你是真讨厌，我讨厌，咱能不能好好来一回？咱能不能好好来一回啊？好好来一回，这怎么着吧？刚才我给你捣乱了，我承认，但是你刚才这是不是给我捣乱？废话，这样你说就旁边站着垫着杆子了，好不好？咱俩都互相捣了乱了，这回咱正式来一回。我给你一个逗哏的机会，我也不像刚才似的这么捣乱了，咱就来一回这个子母哏的这个项目。什么叫子母哏？有来言有去语的，我好好给你捧一回，得好不好？这话没毛病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们先说好了，你逗哏，我捧哏，这咱们这段相声里面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，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，你不，我也不许踢排球，不许有伦理，不许有伦理，太好了，什么都不能有，可以，咱就规规矩矩，正儿八经，知公知令的说到一段相声，没问题，来，你逗哏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你这咱好好来，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，为了逗您各位开心，知公知令。不能有这个伦理，直接说就行了。我都介绍完了，不管古人呢。再说了，有这个伦理，他也听不出来。有伦理，嘿，我去买几个橘子，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。刚才上台玩麦克风来着。
别一直这样，可能怎么怪了。好嘞，这就没问题了，乐什么呀？这是我跟麦克风配合的今天1月1号的小默契，知道吗？辛苦您嘞，辛苦辛苦嘞。等我还在开这个，走啊，八八一的。哎呀，好刺激哦！辛苦您嘞，辛苦辛苦嘞。昨天我到您家去。啊，他在他家吧，啪啪啪没打门呢，打门呗，打里面出来一人啊，是我一看不是外人啊，没外人，是你媳妇儿了，啪，问您呢，说您没在家啊，没在家没在家，我就进去了，来玩儿，给来口哨，给来口哨，出去 ，get out 不可能。不可能，不懂，必须得懂。我要上体育课，你先好好上上化学吧，你上上化学。行，这么着吧，走，你就当我今天没进去，哪天也不能进去。走，立刻马上。我就那我老走了，走，好不好？走，弟妹，懂了。没什么电话，我就走了。我就拐了弯儿，拐弯吧，我就上了大街了。后来我就进了胡同了，我就看见你爸爸了，看见吧，你爸爸也在打排球呢。哎呦，你们家真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说不说排球吗？啊，还不能我父母老家是怎么回事？我爸爸怎么回事？我这走嘴了，走嘴了，对。哎，你这事儿。走手、哎、不像话了，又怎么了？我最起码我不能逗乐了，你也可以来呀、啊。我哎，我要说你爸跟你一样，跟小娘们似的，这大伙也乐。没那么回事，不可能的事，来一回。来，我你这麦克风别调了，行吗？我的地盘我都不能做主了吗？哎，你地盘儿，你地盘儿，大爷这边也地盘儿，来了。辛苦您嘞，辛苦辛苦嘞，哪天上您家了？来来来，爸爸妈一打门呐，门打门呗，家里边出来人，出来人出来人呗，我看不是外人，你家没外人，你先我大嫂子，嫂子嫂子呗，你说你没在家，没在家没在家，我走了，别吵了，谢谢你们，我拐弯了，拐弯了，上大街了，嗯，进了胡同了，嗯，进胡同我看你爸爸，不打，停，到吧，我爸爸死了。没有那个小娘们儿啊！我爸爸也死了，我忘说了。怎么又给人认出来了？来来来，行了吧？听我这个，辛苦您嘞，死了。好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刚我幸福了，你就死了？我死早了，对不对呀？辛苦您嘞，辛苦。别让我上您家去了。哎，啪啪啪，让你打门呢。打里面出来一人，我一看不是外人，是你媳妇，我大嫂子。哎，完了，我就拐弯走了，看你爸，你爸还打排球了。不能啊！我爸爸也死了。你爸爸噎死了。爸爸噎死了。你爸死的那么开心呢？死了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不是前两天看见的呀，上个月八号。哦，上个月八号。对呀，就是有点刮风那天。是。我爸死8年了。那我碰见不是你爸爸？那谁？你大爷。我爸庞大。你说，我爸哥一个。你舅舅？我妈娘家没人。你舅妈？没有舅舅，哪来的舅妈？这个阴婚。没有。哎呀，你回家你翻翻去，你怎么没亲戚啊？没有。你回家翻翻你们家马桶里还有没有亲戚？你家亲戚都在马桶里待着。万一呢？马桶里有排球怎么办呀？又有这排球呢？甭说这个啊，怎么回事？告诉你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上下八辈三亲六故全死绝了。我天哪，你每天回家干嘛去？这是？是，你看我上班挺风光，是下了班看坟。方圆10公里没有人。哦，你可劲儿可以做化学实验了是吧？是，那个磷的燃点很低呀、啊，是吧？啊，那鬼火就是磷。我的天哪，没人上坟头做化学实验去，那不都是坟头蹦迪吗？你不会拿着硫酸甩蹦迪吧？我怀疑，你是有病啊？没有，你不能碰见谁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啊。这个节目继续不下去了，太好了。不是你这。
相声啊。是啊，我都能灭，我都想灭了。你这不还是生了气呢吗？没有谁生气。你这样跟骂街有什么区别呀、啊？没有啊。小白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怎么了？咱俩闹脾气归闹脾气，但是台上是演出，你有人物，我也有人物。哎呀，他不是说真闹意见，你不能真生气呀、啊。没有。你这不让各位看笑话吗？他们不就是来乐的吗？说两句笑话，咱俩一鞠躬一下，那一会儿还得来一场呢。你乐乐行不行？合着合着。我不乐了。你真生气了？没，打一上台，师哥是不是说话有点过了？你生气了？没有。那这么着吧，我这个刚才我跟各位承认个错误，我打一上台，可能是这个节目需要人物的表演，我有些过分了，让我师弟生气了。为了博得您各位的一点点的掌声跟笑声，拿我师弟取乐，我当着各位给你承认个错误，给你鞠个躬，行吗？小伟，那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如果。很真诚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啊，那可以考虑。你可以冲我也比一个这发抖音吗？啊，手机内部转的。那就是原谅我，当时哥也说，得了，我原谅你师哥了，行，可以吗？好，小白，对不起。哎呦，鞠没鞠？哎呦我天哪，这鞠躬真的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鞠躬吗？鞠躬什么样啊？鞠躬是这样啊。啊，原谅你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咱俩一乐就过去了。小白过不去，正经说真的，你说德云社咱后台除了朗鹤演朗哥以外，谁还是大学生？我不就你是大学生吗？在后台谁有什么不明白的，真说是知识上面的观众提出的问题有的不明白的，那不都得向你请教吗？他们那些比如伦哥他们上团综参加任何节目，有一些个社会的热点问题不明白的问你吗？都是我告诉他们的。对呀，你的创作能力也强，对，脑子也快，必须的。师傅还愿意带着你。慢慢这次咱在天津，师傅说了，唱戏还有你的事儿呢。啊，是你很好，我其实是沾你光，哪是你沾我的光啊？这像人话了。对不对？今年2023年了。对对对，是你带着我走了一年，你也越来越好了。哎，不敢这么说，是不是啊？慢慢的，我这个文科，哎，跟观众交流这个业务水平。平上我有提高，哎，但是体育咱可不管啊。反正甭管怎么说吧，您都得多帮助我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照你现在这么努力啊，一年比一年强，一年比一年强。借您吉言吧。甭多了啊，今年是2023年了。对呀、啊，到2024年的那一年，就是明年啊。你啊，哎，就超过我了。我还是不如你。哎